气的女朋友。谁没有脾气？你说他一条信息一个电话都没有，不知道我在生气吗？来来，我随时随地你想知道我在哪都能看到，这样以后就不用纠结了。把手机给我，我可能做不到隔几个小时就联系，但有由谭松韵、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剧《你比星光更美丽》正在播出，欢迎订阅每日解说精彩剧情。韩婷对纪星的好从来都不是关着他养成金丝雀，而是一步步助他向上，助他成长，任由他飞翔。虽然纪星开公司做技术是一把好手，但商场上的人情世故是一点都不懂，韩婷便手把手教学，从一开始就给足了纪星尊重，听他说话，看他做事，带他见识世界，同时也给足了底气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韩苑为了扳倒韩婷不惜对星辰下手，而曾迪明明知道韩苑的手段，还合伙一起坑韩婷，揣着明白装糊涂要韩婷放弃星辰。不过被检查能力100分的韩总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也知道闹事的人就是韩苑那边故意为之，而纪星为了公司，也为了向韩婷证明星辰没有问题，也不惜一切去拿到对方污蔑的证据。幸好韩婷也及时赶到，并没有什么危险，两人也成功度过这次难关。却没想到曾迪依旧对韩婷死缠烂打，约韩婷吃饭，让纪星误会，小情侣之间闹起了矛盾。韩婷这次为了哄好纪星，直接搬到他家，把大黄和老婆都给接走了，也正式开启同居模式。